然后就台湾说，我还有台湾说观众听不懂台语，对他说没有，因为我在跟同事。啊，市长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？因为皮尔哥在旁边耸肩。我注视给他，他是下来车，下车之后，皮尔哥直接在旁边耸肩。你不知道皮尔哥的感觉，皮尔哥穿露背露这样子，那样甩样。因为他要穿背心哦，皮尔哥一直甩一直笑。然后那人不对劲，然后女朋友不是拉他吗？他女朋友一直拉他，一直拉他，然后皮尔哥在旁边耸肩开始笑。结束的时候，接着说，如果他真的要打我的话，少华你先，我先打战术，少华声东击西。他说，我们现在马上看哈，他等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我再给他一个过肩摔，然后肩带山压底，然后呢是把乌龟落下吧，让他打不打不一下。他说少，他在如果你太喜欢，你就交棒吧。换手是不是？换手。所以那个人的身材完全没有突破我们四个人的身材，他那个就小小的，也不叫人，然后都是肥肉，然后他吃不了，然后我光看他跟台湾对话，我就想要笑，然后靠边哥，边哥，还行，中间。接他的车在中间，你在右边，然后皮尔哥在中间。我们两个在这边，我们跟皮尔哥他在这边，他贴我们很近，然后他这样一直看表，这样很厉害的。然后后面讲，他如果第一句飙脏话，我就直接打他。然后皮尔哥说不行，少华要先笑了。我说我看你们就好了。那皮尔哥的耸肩是太经典了，他耸很大力哦，还转向脖子，有一种运动，一耸肩，然后一笑，那脸阴险。他觉得受不了，就是在旁边笑了。这不就是故事啊？